术呢，确实是中华民族的瑰宝，啊，这个使大家理解武术，热爱武术，把我们中华民族的这样一种文化遗产呢，继承下来，而且发扬光大。预备式，两脚分开与肩同宽，脚尖向前，然后呢是立身中正，含胸拔背。不对了啊，放松呢不挺胸便是含胸，然后呢头要正直。对了，放松自然啊。起势，两臂徐徐上抬，与肩同高，然后是沉肩坠肘坐腕往下按，眼平视前方，放松，你的手啊应该放在胯关节的两旁，这样啊，手要伸直，不要紧张啊，对，就这样，肩放松，眼睛往前看，平视 OK。 揽雀尾，左捧，重心慢慢移向右脚，右脚尖转45度，然后双手弧形抱球，提起左脚，脚跟落地，向左上方捧去，转腰打开双臂，左捧右踩。小宝，这个左脚啊45度，对，左手呢放松，沉肩坠肘与肩同高啊，右手呢坐腕，对了，然后呢眼看前方，松肩，好了。右捧，重心在左脚，坐腿转腰，提起右脚，两手弧形抱球，向前捧出，形成一个右弓步，沉肩坠肘。小宝，这个右脚膝关节不要超过脚尖，这样就可以了，脚尖平就可以了，然后右臂弧形，左手呢在右小臂的内侧，但是不要碰到啊，眼睛要往前看。对，好。捋，坐腿转腰，双手翻掌，往左方平带捋。小宝，这个脚尖呢，右脚尖不要翘起来，要平的，双脚不要在一条直线上，然后左手心向上，就这样，左手心向上，右手呢向下，往左侧平带。对了，往左侧平带了，就比如啊，你的左手呢搭着我的左腕，右手呢搭在我的左肘，往左带就可以把我从这捋出去。对了，好厉害呀、啊！
起，两手慢慢翻掌，转腰向右前方挤出右弓步。哎，小宝，这个脚尖要直啊，膝关节呢不要超过脚尖。哎，右手弧形，掌心向内，左手呢，这个手跟捧不一样，捧不碰到的。哎，这个是挤。哎，对，左掌根呢要搭在右掌根的边上。哎，眼视前方。对了，弓步。按。两手慢慢分开，左掌在右掌上面，掌心都向下，坐腿转腰，两手平抽，坠肘，竖掌，弓步前按，眼视前方。哎，小宝，这两个手啊，不能打得这么开啊，哎，要收一点，手臂呢，自然要弯曲。哎，两手的宽度不能超过肩。弓步，眼视前方。单边，重心在右脚，右脚跟呢十转。两手放松，平抹，在胸前打个弧形，45度勾手，翻掌，提起左脚，脚跟落地。弓步，打开双臂。哎，小宝，要弓步，不要超过脚尖。然后这个手呢，看着我啊，小宝，这个手啊，哎，要勾手，不要松开。哎，然后呢，同这个肩一样高，放松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哎，前面这个动作啊，是竖掌，眼睛要看着前面，好吧？来，小宝，看看我这个动作啊，在我们转的时候呢，重心先动啊，按出去，然后呢，这样可就不对了，要实转啊，哎，重心移动了，这样子。我知道了。哎，这样，哎，实转啊，好吧。嗯，知道了。嗯，来，我们再来啊，跟着我做啊，单边，提手上势，重心在左脚。松开右手，提起右脚，脚跟落地，两手提起前送，重心在后。哎，小宝，你刚才啊，你刚才有个动作做错了啊，你看我一下，这个动作呢，应该是这样，嗯，这样啊，左脚呢要实转。不要去移重心，知道吗？嗯嗯，现在你这个右脚啊，右脚呢要在右边，哎，不要两脚一条线啊。右脚呢，脚尖呢要朝上，右脚的膝盖啊要稍屈，坐腿，身体呢是稍斜的方向，右手呢竖掌，对了，伸出去，左手在右手肘的旁边啊，向前看。哎，一合，对，向前，很好。白鹤亮翅，提起右脚，双手相合，手心相对，迈出右脚，斜方向，脚跟落地，弓步，转腰，打开双臂，提起左脚，左脚尖落地，右手在额前，左手在髋旁，重心在后。哎，小宝，你这个两脚啊要分开啊，同刚才一样的，知道吗？知道。脚尖呢要落地啊。嗯。右手呢，右手在额的上方，左手呢，左手啊在左髋旁，眼睛平视前方，看着啊，两肩要放松。好，嗯，我们接着练啊。搂膝熬步，右掌向里，
弧形下落，左掌弧形右移，后带提起左脚，脚跟前落，重心前移，左掌搂膝，右掌向前推出，前弓后蹬。哎，小宝，这个弓步啊要大一点啊，哎，这样脚尖呢与膝关节垂直啊，哎，前弓后蹬，知道吗？嗯，这个是右手掌啊，立掌，对了，向前推出，哎，左手呢放在胯的旁边，哎，身体不能后仰啊，掩饰前方。好的，啊，我们接着练啊。哎呦，嗯，怎么累了？嗯，初学者都会碰到这一关的，你要坚持下去啊。嗯，只有坚持下去才会收到功效，知道吧？那么今天我们就练到这儿吧。小宝啊，前面我跟你讲过，练习太极拳呢，是一定要有恒心的啊。嗯。常言道啊，拳练千遍，身法自来啊。嗯。知道吧？老师，太极拳软绵绵的，它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威力呢？哈哈，小宝啊，你这个问题问得好，在我练拳的时候也这么问过我爷爷。手高一点，注意左肩放松，爷爷，我练下来总感到太极拳软绵绵的，它到底有没有实用啊？我们太极拳的祖训，蓬履几岸须认真，上下相随人难进，任他聚力来打我，牵动四两拨千斤呐、啊。我们太极拳啊，最讲究引进落空合计出，你明白这个道理吗？不明白。那你过来，你用力按我。好，用力。哎，你要用你的全力来按我。好。哎呦！武术呢，确实是中华民族的瑰宝，这个时代的理解武术，热爱武术，把我们中华民族的这样一个文化遗产呢，继承下来，而且发扬光大。
不及欧洲欢。你来学，我来练，少林虎当太极拳。斩如松，伏如钟，折如弓，动如风，龙潭虎跃起如虹，扎下万年根。手挥琵琶，重心不变，提右脚上半步，右脚尖着地，重心后移，同时提左脚，脚跟落地呈虚步状，左手上右手下，右手掌心呈斜向上。哎，小宝啊，这个手掌啊不要这样，应该是这样啊，这个手掌呢应该是斜的啊，不要这样，斜的向上啊，眼睛看前方，哎，脚呢不要在一条直线上，好的，哎，看前方啊，好，我们接着练。左右搂膝凹步，这个动作呢我们前面已经做过了，转身，左搂膝，右手推掌呈左弓步，右搂膝凹步，重心不变，转左脚跟，右手搂膝，左手弓步推掌。下一个动作，左搂膝凹步，转右脚跟，重心不变，左手搂膝，右手推掌。下一个动作，手挥琵琶，同前面一样的，上半步坐腿，右手心朝上斜方。下一个动作，左搂膝凹步，左手搂膝，右手推掌，进步斑斓锤，重心不变，转左脚跟，翻左手，手心朝上，右手慢慢握拳，提右脚朝斜方，脚跟落地，斑斓出左脚，脚跟落地，锤，重心前移呈弓步，拳向前击出，左掌往回收。哎，好，小宝啊，右臂啊也稍微低一点，左手呢在右手关节的旁边，知道吗？眼看前方啊，弓步啊要到位。好的，哎，好，接着练啊。老师，这斑斓锤是不是扳人家的手，然后再拦人家的手，再锤人家的胸啊？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。我们接着练啊，来，如风似臂，左手放在右臂下面，右手变掌，两手交叉，坐腿，左手心翻，两手心呈向上的姿势，坐腕，左弓步前按。
哎，小宝，你的这个手啊，不要太直了啊，手呢应该稍微屈一点，知道吧？哎，眼看前方啊，这个脚呢，不要超过脚尖，哎，知道吧？两掌的力呢，要放在掌心，哎，力在掌心。好，知道了。老师，如风似壁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如风似壁如风似壁，就是一扇门啊，关得很紧，敌人呢走不进来的意思啊。好，我们再来一起练吧啊，如风似壁，十字手，重心不变，左脚跟转，双手前移至额前，两手往两旁分开，提右脚，右脚掌平行落地，两手交叉于胸前，重心在右脚。小宝，这个动作啊，不要太紧张。这个肘啊要下沉，知道吗？不要太紧张啊，要下沉。这个腿呢，你看你的腿啊是直的，不对了。要放松。这个脚呢，应该要重心在右脚，左脚尖呢要翘起来。对了，知道了吗？我们在练的时候啊，你要注意啊，这个脚尖啊是这样的，脚尖呢，脚尖放下的时候啊，小宝，脚尖，来，我们再来一次啊，脚尖放下，重心呢到右脚，左脚尖翘起来，就这样。老师，为什么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脚尖要翘起来？因为啊，我们在练习这种太极拳的时候，练到这种动作的时候呢，动作还没有结束啊，所以呢，太极拳呢要分虚实，在这里呢，右脚就是实的，那个左脚呢就是虚的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接着练，抱虎归山。重心移至左脚，左脚跟移，坐左腿，左手往下落，呈弧形状上提，右手掌心向下压，提右脚往后方迈出，脚跟落地，右手搂膝，左手前按，捋向左平带，挤右弓步，按坐腿转身，竖掌右弓步前按。这个动作还可以啊，小宝，来，你再看啊，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，做这个动作的时候的重心呢，要这样啊，要马上的移动，知道吧？那马上的移动，不要这样啊，要等转了以后呢再移过来，好吗？来，再来，好吧？好，肘底看锤，重心不变。右脚跟实转，两手手心向下，在胸前画弧，左手翻掌，提左脚，脚跟落地，重心转移至左脚，提右脚，脚尖落地，坐腿，左手下，右手上，左手上，右手下，右手握拳，这个动作啊，小宝，你不要太紧啊，脚尖呢要稍稍的翘起来，翘起来一点啊，这个手呢
哎，眼睛要看着前方啊，手呢要跟你改过来，要立掌啊。嗯，开始。左右倒捻喉，一共做五个。右手变掌往后斜拉，提左脚往后撤步，脚掌落地，右手屈至耳边，坐腿，右掌前推，左掌后抽，至胯旁，左掌前后斜拉，立掌，提右脚后撤，脚掌落地，右手屈至耳边，推掌，左手后撤。第四个，第五个，哎，这个手不错啊，小宝。嗯，哎，这个脚可不对了啊，脚尖呢应该是向前的。哎哎，你做完之后呢，你看呢，做完之后我们这个脚尖呢就向前了，知道吧？哎，这样知道吗？嗯，接着练。斜飞式，两手相合，手心相对，提右脚，右脚跟落地往后斜方，向右移重心，两臂分开，同时左脚内扣，呵呵，小宝，这个手可不对了啊，这是捧了，现在呢这个手应该是分开的，哎，这样啊，腿啊要弓步，哎，这样就对了，嗯，知道吗？嗯，老师，这个动作不是和捧一样的吗？不对啊，捧呢是向前的，哎，这样，而现在呢是这样的，嗯，知道了吧？哦，知道了。嗯，哎，像杨露禅爷爷啊，他做这个动作啊是非常有名的啊，有一次他在钓鱼的时候啊。是杨露禅吗？是啊，听说他武功很厉害的。哎，你去试试。哎，你去，你去。哎，你去，你去。好，我去。哎，这个动作就是我们今天练过的斜飞式。好了，小宝。我们今天呢就先练到这儿，明天再练好吗？好的，老师。走，今天真过瘾。Thank you.
武术呢，确实是中华民族的瑰宝，哎，这个时代的理解武术，热爱武术，把我们中华民族的这样一个文化遗产呢，继承下来，而且发扬光大。提手上势，重心在前，提起左脚，脚尖落地上半步，重心后移，提起右脚，脚跟落地，提手，眼平视。哎，小宝啊，你这个动作啊，应该放松一些，哎，不要太紧张啊。对，这个手呢，是一个合劲儿，啊，左手在右手的旁边，嗯，眼看前方，嗯。老师，这个动作怎么和手挥琵琶一个样？哦，不一样的啊，手挥琵琶呢是一个沉劲儿，我来做一个，你感觉一下啊，手挥琵琶呢是这样的，哎呀，这么厉害啊？这个沉劲儿啊是合劲儿。哎，感觉到不一样了吧？啊！哎呦！对了，就是这样。哎，这个呢就是合劲儿。哎，再来一遍。哎，看着前面啊。好，对。白鹤亮翅，这个动作和以前一样，已经练过了。提起右脚，双手相合，手心相对。脚跟落地45度，重心移到右脚，转腰，打开双臂，提起左脚，脚尖落地，右手在额前，左手在胯旁。下面一个动作，左搂膝凹步，也已经练过了。坐腿，转腰，身体中正，眼平视。海底针，重心在前，慢慢提起右脚，上半步脚尖落地，
重心后移，转腰，同时右手打弧上提，左手横摆，同时提起左脚，搂膝，下茶掌，重心在后，前脚脚尖着地，哎，这个动作还不错啊，刚才做的时候呢有个动作啊还不是很明确啊，小宝，我来给你纠正一下，看着啊，在做的时候呢注意我的手腕，一要这样，哎，注意这个手啊，哎，一二，嗯，又是这个手腕，注意啊，三，哎，松开，眼睛呢要往远方和斜方看啊，好吗，接着做，哎，闪通臂，起身，左脚提起，左手画弧到右手内侧，迈步脚跟落地成弓步，左手推掌，右手翻至右太阳穴，沉肩坠肘演示前方，前弓后蹬，小宝，这个动作啊，右手呢不要太高，在太阳穴的旁边，哎，嗯，左掌呢在胸前，眼看前面，好，我们再来啊，撇身锤，重心在左脚，左脚跟十转，同时左手回到额前，右手呢捏拳，提右脚，迈出脚跟落地，右手撇锤，左手推掌，眼睛平视，哎，小宝，你这个腿可不对啊，应当弓步的，嗯，右手呢要握拳在腰间，左掌呢在胸前，不要太直了，严视前方，嗯，知道了。进步斑斓锤，重心后移，右拳前伸，下面和以前的一样，提起右脚，扳45度，拦，左手拦，迈出左脚，脚跟落地，锤，弓步，右拳向前击出，上步揽雀尾，打开双臂，转腰，上右脚，弓步捧，捋坐腿，转腰，向侧方平带，挤，向前挤出，弓步，按，坐腿转腰，弓步前按，单边，重心在右脚，右脚跟十转，双手放松，平带，在胸抹一个弧形，右手勾手，左手翻掌，提起左脚，脚跟落地，左弓步，打开双臂，云手，重心在左脚，左脚跟十转，右手放开，右手下落，弧形到左侧，提起右脚，脚尖落地，迈出左脚，脚尖落地，左弧，一，再来一个，二，左
云手，右云手，再来一个三，左云手，右云手，眼平视前方，四，左云手，右云手，一共四个。勾手，左手翻掌，迈左脚，弓步，打开双臂单边。哎，小宝，今天练得不错啊。还不行呢。看你练的腿可都发抖了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就练到这儿吧。啊。嗯。走。老师。嗯。再给我讲个故事吧。今天啊，你累了，我们明天再讲吧。啊。你讲一个吧。再讲一个故事，好吧？今天我给你讲一个杨露晨爷爷用太极拳打败日本武士的故事。过去有个日本武士，在日本呢号称第一武士，他专门来到中国找杨爷爷比武。Thank you.